少圈，我们的测验现在就要开始了。你的表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时刻下午2:02。2:02。好，我们从2:10开始算起，你要在2个钟头之内到达新店捷运站。新店捷运站？对，我会在那边等你们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啊？不会，因为今天是考试，我会先到新店捷运站那边等你们。如果4:10之前我没有看到你跟 Miko 在那边出现的话，那就表示你跟 Miko 没有通过考试，那也就表示你还没有资格拥有 Miko。 我先走了。五一哥哥，五一哥哥，我们一定可以办得到的，对不对 ？Miko， go。爸，我们不用跟着少轩吗？万一在路上他跟 Miko 出事了怎么办啊？我们不能作弊啊，这样就失去测试的意义了。你要相信少轩跟 Miko， 他们是绝对最佳的组合啊。月美，哎，要去哪里啊？月美，去哪啊？月美，妈，月美，妈，你在哪等电话啊？我跟去看一下。哎，你不说相信他吗？爸，出来的，你不是应该去上班了吗？那你呢？今天的测试对少轩很重要。确定是这一站吗？没错啊，我们跟到这里就行了。等少勋换了捷运之后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公车怎么还没到啊？看到少轩下车啊，我们跟过去看看吧。好啊。司机，请问是中正纪念堂站吗？哦，已经过了哦。过啦。对。那我在下一站下好了。好。
Miko， 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们时间不多了，请问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我眼睛看不见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可以帮我吗？米可，怎么办？我们时间不够了，快赶不上了。有没有人听见我们的声音？有人吗？帮我一个忙！米可，怎么办？都没有人听见我们的声音。喂？喂？喂？神经病啊！打电话来不出声音，我现在紧张的半死，你打还乱呢。黄少轩，希望你测试顺利。米可怎么办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这样会耽误时间，找不到五一哥哥了。喂，喂，你打还不出声音干嘛？大白天装神弄鬼了，萱萱，萱萱，喂，爸爸，爸爸是你吗？萱萱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我现在迷路了，我跟米可找不到捷运站，这样我们来不及那到五一哥哥那边去，要是赶不上的话，我就会失去米可了。怎么办？你有力气在这边又哭又闹的，那为什么没有力气带着米可去找路呢？爸，你好讨厌哦！你都不来帮我，都是你害的啦。往前往后，往左往右，也只有四个方向啊！你就当作是走迷宫啊，碰到死路呢，你就换个方向走，一直走到有人可以问路为止。OK？ 哦。都是你了。现在少轩人在哪儿，在哪儿下车都不知道了。少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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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明，你在干嘛？我来开车。少轩，他我。哎呀，上车就好了啦。上车了。哎呀，你要去哪？少轩就往那边走哎。不用你告诉我，我知道该怎么走。黄少轩，米可，
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看，那么多人替我们加油，我们不能够气馁，对不对？你看 ，Go。我向你能相信少勋一次，也相信我一次。从少轩失明之后，你就不相信少轩，也不相信少琴，甚至不相信我。我不会强求你什么，但是我不希望因为少轩的失明让你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。哎，你错了，我相信米可。我今天没有去上班，不是我不相信少轩，是我跟你一样，我要跟少轩一起分享他的喜悦。我知道他会通过测试的。我去找人问路啊。请问这里是捷运站吗？是啊。Miko， 这里真的是捷运站呢。你真的把我带来捷运站啊？你好棒啊！站新店到了，下车时请记得随身携带的物品。谢谢您的搭乘，新店到了。新店，来，赶快下车。到站的时阵，请会记得随身所在物件。感谢你坐一份顺行。终点站新店，到车太假。Here we are at Xindian Station, the terminal station. Thank you for your patronage.
少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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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！五一大哥，我们到哎！对，你们到了，而且通过测验。米克，我们通过测试哎！米克，我们都办到了！少轩，恭喜你，你办到了，你好棒哦！妈，我现在终于通过测试，米克可以来我们家住喽。妈，那你现在愿意让我养米可了吗？我，妈，我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啊。米可，你可以到我们家来了。妈，谢谢你，太棒了，米可。妈，谢谢你，我好爱你哦。喂，是你啊？好消息，当然是好消息，通过了。好，好，我知道。那就这样了，好，拜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黄少轩和明可通过测试了吗？怎么了？吴一说啊。说什么？他说通过了啊，黄少轩跟 Miko 通过测试了， Miko 这次成为黄少轩的导盲犬了。耶耶耶耶耶！神经，我干嘛跟你一起开心啊？他是你亲人又不是我亲人。他不是我亲人啦，他是我同学，而且她好像有男朋友了。喂，嗯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嗯嗯，对了，爸，少轩他爸爸有打电话来哎。